자, 클립. 갸래. 자제. 即个秘书长拢全连落去哦，啊要变数的人，遐会使，遮会使，家己去哦，点点啊去倒个吼。我就是讲吼，拢免去变数嘞。各位学员，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秘书长，今日是第32届。诶，即个法律建国会，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吼：台湾敢有参加第二次的世界大战？有诶举手，啊无诶举手，就放啊，有两种答案。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你去甲问因诶人民讲吼。啊，咱唔知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无吼？迄答案绝对拢一致，无亲像咱台湾安尼啦。想到足爱笑，啊，过来过来，过还佫有问题。即马即个问题吼，该回答的时阵哦，目睭起起，莫看别人的，目睭起起哦。较甘愿的，要上我的课吼。答唔对的无要紧，我袂甲你笑啦，因为你答唔对是应该啦。来，听我清楚哦，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时阵哦，是日本来轰炸台湾，对不对？对，你举手。哦，手放下。啊，美国轰炸台湾呢，对不对？哦，手放下。嘛是两种答案。吼、哦，还有问题，听清楚哦。哎，目睭起起啊，莫看我。哎，这是安讲你那来上课嘛？哎，你若拢总知影，你就免来上啊。目睭起起，唔通偷食波啦！来，听清楚哈。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再讲一摆，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那对的，你举手。好，手放下。搁另外一个问题，这个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个？搁问一摆，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那对的，你举手。来，目睭甲金起来。各位啊，你拢相同的标准。住伫国宾饭店，你都唔敢讲国宾饭店是你的，是安怎？你无所有权证嘛？你拢知影？住伫台湾，台湾就是你的。请问咧，台湾的所有权证伫倒？啊，你有摕台湾所有权证？你举手。你既然有举手，我看规半呢，都规半呢。听台湾人看落可怜都，到今日都搞不清楚。啊，到底台湾上个，啊，你所有权证伫上遐。今日为头到尾，国民党伫台湾65人来，将所有代志就甲你骗，讲甲你模模糊糊啦。啊，即摆愈生活就愈模糊啦。美国跟你说台湾不能公投，大家开始骂美国，为什么不能公投？你美国不是自由的国家吗？不是民主的国家吗？为什么不能公投？为什么？都不知道答案。美国他说台湾人不能进入联合国，大家又骂美国，为什么不能进入联合国？啊，台湾不是国吗？我也是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敢若住伫台湾即块土地内底，即个台湾人啊，家己去自称讲叫做中华民国，全世界无人承认。啊，你讲我都毋捌去过全世界啊，你去甲问捌去全世界摕中华民国的 passport 去的人，人的态度是安怎？即摆还阁小可较好哦。中华民国的一寡官员去参加。WHA 世界贸易组织的时阵啊，伊当安那讲，第一本护照讲，这本护照无效啦，没有用啦，没有用啦，颠倒迄个身份证较有路用呢。当
澳洲的人若捌迄个身份证，顶面写中华民国以后啊，迄、那个身份证就无效啊啦。啊，啥物时阵才有效？伫等咱啊。台湾民政府根据战争法，美国委托予咱讲，你会当发台湾身份、台湾公民身份证，迄、那个身份证已经发两千分啊，即分都有效啊啦。顶面顶面写啥？台湾 government 写英文。是安怎？到底是安怎？台湾到底发生什么代志？我跟你讲，台湾的问题足深的，这是今日恁来伫上课。先来解答他拄仔问的遐问题。他拄仔问的问题，第一问题问啥？无啦，这个是阿布罗贝啊啦，头前问的啦。有战争无？台湾有参加战争无啦？有啊无？啊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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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无啊无啊。反正吼，你拢无参加啦，这我相信啦。但是咱的老爸老母还是咱的阿公阿妈有参加战争无？有无？有。哎，啊你都唔敢讲呢？对啊，有诶有诶无，有诶无啊。但是有去参加的人，伊是代表什么人去参加？代表什么人？日本嘛，对不对？是不是？啊，死以后放喺度。日本靖国神社啊，靖国神社内底有放中国人无？啊，有放美国人无？啊，是安奈台湾人放喺内底，好奇怪呢。为什么？日本军人，答对了。啊，是安奈讲日本军人就放喺日本的靖国神社。啊，咱台湾台湾人呢，放伫日本的靖国神社，为什么？啊，奈歹就做日本兵去丢了。啊！迄、那個、中国人死了，啊，美国人死伊啊，那不爱囥喺靖国神社，因为伊毋是日本人，对不对？啊，奇怪呢！啊，遐、那個、死的人囥喺日本的靖国神社，啊，伊毋是日本人吗？啊，因遐哪阵是日本人，在座各位你虾米人？那么是日本人啊！我讲一个较简单的，你听就听有啊。一对翁仔某。老爸是美国人，老母是美国人，生的囡仔叫什么人？美国人，是不是？大声的啦！什么人？老爸是中国人，老母是中国人，生的囡仔是什么人？诶，袂歹嘛，恁真巧嘛！啊，老爸是日本人，老母是日本人，生的囡仔是什么人？各位，你的老爸、老母还是你阿公、阿妈什么人？啊，生的囡仔甲是孙仔叫什么人？你人就是叫叫叫中日本人，你叫中华民国的人啊？为什么？你用骗去啊？你唔知啊嘛？啊，什么时阵中华民国将咱台湾人叫做中华民国国民、甲国籍？为什么？啊是什么时阵？我都未记得，我生出来的时阵都是中华民国的人啊。我跟你讲，1946年1月12日。中华民国甲你宣布讲哦，为1945年10月25日，迄天叫做，伊讲叫做光复节。啊，你想看嘛？台湾第二次世界大战建立啊，建树，建立啊，建树，啊，建树啦。啊，建树哪有光复？好奇怪呢。建树哪有光复？无光复啊！啊，无光复，甲你宣布讲。台湾光复，啊，刷落去1946年，过偌久？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啊，了1946年1月12日，经过这6个月尔，无到6个月，为八月到遐才5个外月尔。甲你讲，你这个台湾人，拢从为今日开始，拢变作中华民国国民。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全世界国际的这个国籍法，不可以用命令的啦，叫人权公约的规定啊，是什么法？是说所有人他的国籍要用自愿的，就是我自己欢喜甘愿的，我自己欢喜甘愿的，而且我还主动啊，有效忠的行为，这种的，才能来变作选择伊的国籍。
在座的各位，你的老爸老母去让变作中华民国的人，有主观无？您对一个人有主观？你跟我讲，有主观无？啊，所以伊迄个宣布就定义什么法？无效，当时违反战争法。你袂记得有战争呢？啊，你知影？所以在座各位，你什么人？灵魂。你什么人？嘛是个灵魂。因为咱台湾人伫1985年向日本提出告诉呢，讲奇怪，我的老爸老母日本人呢，啊，我应该嘛是日本人啊，啊，你唔着日本的国籍要还我？日本的做过的话呢，1985年宣判讲败诉，奇怪呢。啊，我的老爸老母拢日本人，啊，我是日本人。啊！你头拄毋是上课讲教讲啊？我老爸老母日本人，我就是日本人啊！啊，是安那日本政府甲你判败诉，有啥物原因？啥物原因？嘿嘿，这我知啦，你毋知啦，莫讲你毋知啦。台湾这读国际法的吼，嘛是同款毋知啦。啥物人知？你知无？中国，中国北京迄阵。迄群啊，国际法的专家，伊知啦。看台湾人看落可怜都。是安那日本的高等法院判决讲哦，你台湾人要申请做日本的国民，迄国籍啊是不对。因为今日这个日本政府，唔是大日本帝国迄个日本政府啦。今日你上这节课哈，我值回票价，你听清楚。这张啊，是1941年日本大日本帝国的地图啦。看清楚啊，北方四岛、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琉球、台湾，这个、叫做新南群岛。新南群岛啊，就是西沙群岛跟南沙群岛，还有这个朝鲜，整个岛，再加上满洲占领的所在，满洲这几个所在，拢总叫做大日本帝国，就是大日本国。大日本国跟日本国有同款无？无同哦。再讲一摆。大日本国跟日本国是不一样哦，啊，这个不一样是安那分？来，甲看一下怎么分？今日现主席这个日本国，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大日本帝国战输，迄个时阵啊，波茨坦宣言，甲伊宣布讲哦，战争以后。日本这个国家要给他留四粒岛就好了，这四粒岛是什么？就是北海道、本州、九州跟四国，这四粒岛跟他周边的那一些群岛，其他的地方不爱让他变成日本国。因此在1947年的5月28日，马卡萨给他修改大日本帝国的宪法，明治宪法甲修改第四条，甲改本来大日本帝国的宪法是规定讲，日本天皇领有这个土地，而且伊是这个国家上界大的人，代表这个国家。伊甲修改了后，第十条甲第四条拢甲修改，变作这个第四条甲变作啥？变作讲日本天皇。干那是建造日本这个国家的象征。当时新的日本的这个新日本国啊，干那会当有四粒岛尔，北那个北海道、本州、九州含这个四国，这四个岛以外，原来还阁属大日本帝国日本天皇的土地。所以你也听清楚呢，因为这个日本国《波茨坦宣言》
罗伯这个波士顿宣言上台是苏联，伊无要承认哦，罗伯又追认哦，所以追认以后，今日除了这四大四粒岛以外，所有的其他大日本天皇的土地啊，拢总向占领。北方四岛、琉球，琉球是这个做美国托管，因为先交予迄个联合国《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三条，交予联合国托管，联合国交予美国托管。台湾是交予中华民国代替美国托管。西南群岛，这个是东南亚遐国家去占领。即个你咱来想看卖啊？战争话内底有讲一句话：占领袂当移转主权，占领袂当移转主权。但是今日的日本，新的日本和以前的大日本帝国是无同款的哦，是不一样哦。所以今日台湾人去申请讲，我要恢复日本国籍，是要恢复对一个日本国籍。对一个日本国籍，大日本帝国的国籍啦，对啦。国际法的美国就是这样啦。所以有的人哦，都奇怪呢。啊，你来做台湾民众讲的吼，啊，甲实际上啊，做日本哎判决无同款呢，那也无同款。啊，未判决以前我都讲啊真清楚啊。台湾人今日的国籍是大日本帝国的国籍，啊，这帝国有的人听了吼烦恼呢。我这是要战争啊，所以我就不爱讲大日本帝国，我讲大日本国。跟大日本国的国土，还佫包含哪一些地方？北方四岛、独岛、独岛就是去予迄个韩国即马韩国计占领迄个独岛，过来琉球，过来台湾，过来新南群岛，这几个所在是。大日本帝国原来的土地，伊的头家叫什么人？日本天皇。啊，这日本天皇，台湾选哪日本天皇？你去看1985年4月17日签的《马关条约》，头前就写啥？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和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就是天皇，同意签这个条约。第二条，将台湾周边群岛跟澎湖。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所以咱即摆读到的，是讲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对不对？对不对？不对呀、啊！日本天皇和这个日本政府是无同款的呀、啊。美国伫这个所在啦，美国国防部遐地库拢真清楚。台湾这推下面的听无呢？我刚刚恁听有无？啊，有简单无？哦，即马过来哦，过来哦。哦，你嘛听到安尼啊，对不对？美国讲啊，不免来解决。现在美国那那找咱，为什么？为什么要找民政府？你讲我哈大啊，你也无刀，也无枪，你也无原子弹，你也无军舰，你也无 F-22，嘛无 F-35，安尼要找咱讲？咱有弊。武器更加好的武器法律，咱若无欢迎这个狗，狗干吼，伊就一定来找咱讲嘞。奥巴马小弟来两届，最近一摆讲哦，卖个狗啊啦，阮国个你算计呢？我卖狗会使啊，但是我的权利你也行我、啊，所以大日本帝国。日本天皇所属的这些土地，北方四岛在苏联不爱还给日本，为什么？为什么？日本政府讲，把美国、苏联的政府安怎讲？北方四岛不是你日本的，讲了对不对？正确。啊，上个是大日本帝国的啦，所以日本在你干苏联啊，不爱插伊。啊，这个日本这个推下面的啊。想要讨迄个北方四岛，我甲你讲，绝对讨袂成啦！啊，免啊讨才讨会成。台湾呐，台湾甲讨，啊，台湾免啊讨，代表日本天皇甲讨，啊，就会成啊啦！这个美国啦，这换你的物件吼，坦白讲，
你一定要有逻辑观念。读法律吼，我常咧讲啊，读迄理工科的来读这个法律吼，比较好，因为伊的逻辑概念较强。啊，读文科的哦，较死，马英九读文科的，再推一推，读无啊，莫怪伊如此白考袂出来。我讲哦，法律唔是死的呢，是活的呢。过来讲，八方速斗。现在苏联哦，那当时苏联有派记者来跟我讲，两个记者来跟我讲，听到我讲这套，我惊到啊！Roger， 我叫 Roger， 别跟日本讲嘿。我讲啊，歹势啊，我应该讲啊。所以西岛哈，迄、那个以前迄个代表有啊，日本驻台湾驻迄中华民国迄代表西岛，伊跟我讲，我听我讲，哦，好好好，我要向日本天皇建议，送给你一个勋章。我讲我不要勋章啊！勋章是什么人发明？你知无？什么人？我蒋介石无遐搞啦，我卖讲蒋介石，迄、那个海啊卖讲伊啦，是希特勒啦。我感觉希特勒头脑真好，用一个酒塔拉挂，讲啊病，甲你换你的性命。恁听有无？酒塔拉挂，啊，迄勋章无成酒塔拉挂吗？像不像？就酒塔拉挂嘛，甲你换性命。阿爸，你也较巧诶哈！人若要用酒塔来改，要甲你换性命，你讲我不要这个东西，要实质的东西啦。过来，因为咱台湾的情形哦，我甲你讲，真正非常的复杂。但是我甲你讲哦，中国的我伫中国上去看迄个中国迄个网军伫讲遐话，伊遐朴素哦，坦白讲，对台湾的地位哦非常清楚。最近三年，伊已经无再讲啊，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经无讲啊。是安怎？因为林志兴将这个法律的论述讲出来嘛，已经非常清楚。过去中国足惊，因为咱台湾拢推阿民嘛，遐台独的、遐民进党遐，包括国民党遐，拢总唔知影这代志啊，啊唔知影遐啥咧，我别讲。更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人这日本天皇的土地，你主权独立，你独立到哪里去？敢那未输讲领导，我去领导，甲你坐来讲，我坐你家，安尼这领导就是变我的，敢有可能安尼吧？所以美国甲我讲真简单，美国讲哦，伊讲一句足有道理的，伊讲哦，你想看嘛 ，Roger， 我美国含日本战争，日本。伊是啦，讲跟这个美国跟日本战争是不对啦，应该是啥物啊？美国的总统跟日本天皇战争啦，那严格来讲是安尼啦，是安怎？战争话内底吼，有一个征服者 conquer， 迄是人呢，唔是讲美国呢，征服者唔是讲美国呢，是美国总统呢，美国遐尼啊大，谁征服谁啊？法律就是安尼哦，征服者。正确的那个人，他才有那个权利呢。征服者有占领权，美国总统对台湾有占领权啊。所以咱以前是讲哦，军事政府还在军事政府占领中，因为军事政府的头头是美国总统。咱以前是不爱讲美国总统，我们说军事政府仍然占领台湾，其实在这个法律上来讲，就是。美国总统仍旧占领台湾呐、啊，所以有人讲没有看到美国军事政府啊，推阿民呢，读无啦，应该读无啦，所以一挂咧网顶啊，杀咧乌白母啦。我今日吼、哦，坦白讲，直接咧讲哦，嘛是你家遐人教育啦，因为即马中国的网站嘛、哦，拢起来咱的网站，你甲咱听咧，咱咧上课拢你甲因教咧，啊，其他遐你甲咱吐槽，嘛你甲咱看咧。我也不怕他看，因为我们这个消息我要告诉大家人知道，不好意思、哦、台湾出我一个、我没跟你吐、啊、你自己给我打破坏、哦、我跟你说战争法里面台湾的问题，如果用战争法你就能解决，但是台湾的问题你如果用普通国际法
敢若解决40%。美国嘛，甲咱讲，美国即马嘛甲咱讲啊，美国个国务院，美国个即个啊，做 CIA 美国国防部个智库，拢甲咱咧沟通，每一个月平均拢3-4次。美国个国务院成立台湾小组，17个人，是安怎？我们研究得很好嘛，伊讲咱即个团队有几百个，我不记啦。但是你爱知影呢？战争法伫全世界会通无？会通。你请科比讲，人讲占领袂当移转主权，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有个人就甲你讲哦，用条约就可以分割。我甲你讲，我讲一个例给你听。一个人伊的器官要移植给另外一个人，可不可以？可以的举手。器官要甲移植，可以的举手。啊，伊个器官要甲移植，我阁甲你讲，不可以。主人法、万国公法，伊规定就是甲这两款啊。一个人除非这个人死去啊，他已经死亡，你才可以把他移植。活活的人甲移植，敢若共产党做会到尔啦。伊若要心脏，我著甲你买。打开心脏摕来倒来我家，这叫做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啦。跟咱的内脏同款啦，未当讲甲你移植啦。主这是主人专设，这是主人法内底规定啦，就是万国公法的规定啦。什么叫做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哦，我订契约就可以，啊，那真简单啦。我甲你买你的心脏，订个契约就可以，迄违反国。违反万国公法，所以我有发现了，所有你给咱吐槽的人啊，拢总唔捌什么叫做万国公法，拢总唔捌什么叫做自然法。各位，唔是三讲两讲嘞，本来是也是不爱甲因教，哎，咪家己各位啊，我不甲恁讲过比赛，哎，侬你看，啊，只有甲教，足同款的这款经营，万国公法的成立，其实跟咱人体一样。我要给你移植，除了这人打死，所以有一篇文章我今日发给你，说战争始末。你若读这篇文章了，你就知影讲，原来你所读的战争，拢总是胡说八道，拢总胡说八道啦。我问你咧，中华民国有向日本宣战无？有无？有无？无。诶，你是安怎讲无？你已经看了嘛？我跟你讲啦，1941年12月初9，12月9日啊，咱所读的册啦，蒋介石对日宣战，有无？你有读到这句话有无？有无？其实，迄个时阵蒋介石是中华民国啥行政院长，有资格宣战无？绝对无嘛！啊！你唔相信吴敦义叫伊去宣战，我看卖。什么人宣战？当时的主席，中华民国的主席叫做林森啊。林森宣战的迄个条文还阁有呢，迄有公布呢。但是这个条文真趣味呢，伊无讲从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几点钟对日本宣战呢？违反国际法呢？但是伊对。德国跟意大利有宣战吗？有，一个规，一个公布，就像今天1941年12月9日晚上12点开始对日本，对德国、意大利宣战，对日本没宣战的，所以因为伊没宣战，所以日本啊那对岸啊不理不睬，继续拍，所以战争以后。对日合约的时候啊，日本人啊，我没必要跟你中国签啊，中华民国签啊，你都没跟他宣战啊。后面是勉强，因为那当时的蒋介石，不对，中国有三个，那当时有三个中国，三个中国，蒋介石有，那当时他在穿那个，穿那个军服啊，哇，说啊，这，什么抗战啊，
不到什么最后关头哦，不安怎嘞呀？有那一句话啊，转世间后来，安尼有顺有宣战呐、啊，所以就要去签一个台北合约，台北条约呢。所以讲起来，这中华民国，我坦白讲啊，甲现主席的情形差不多啦，乌落木济，全世界的这个法律哦，是一定的呢。要宣战，你要宣战的样子，唔是讲哦，你讲讲按着刷去呢 ？No， 即马吼，咱变作咱台湾民众哦，替客因家人去切尻川啊，啊嘛无多呢，啊你无切。我问你，四百年来台湾当时有建款，敢无？有建立过国家吗？有吗？没有呢，没有国家呢。但是你头壳内底，拢叫是讲，咱是中国人，中华民国是咱的国家。夭寿哦，台湾这个土地当时有中华民国，什么时阵？要给他土地，我问你，你这间厝要交给别人，最不麻烦，打一个合约，敢不用？要吗？厝都要打合约，啊，土地要交给一个国家，不用打合约吗？不用啊，他都不用啊，他说开罗宣言。开罗宣言是什么？战争以前，1943年，战争以后，在战争的中间，12月，三个国家讲的讲啊！若战争以后吼，啊，我将这个台湾哦，全交给你什么人去啊？呢，在法律上会通无？绝对未通，啥人讲未通？台湾这个土地在迄个时阵，无在美国的手头，无在苏联的手头，嘛无在英国的手头，啊嘛无在中国的手头啊！你的手头拢无这个物件，你会讲答应讲啊？这个给你，敢那秘书敢那讲，咱两个在外口你行路看一个查某。足水嘅，我甲你讲，这查某明仔载嫁予你，安尼会通无？会通无？这你拢知影会通未通啊？啊，你台湾交予中国，安尼会通吗？这尔啊简单嘅代志，台湾也未晓想呢。当然我嘛同款啦，我读册嘛是，我足够读嘅啊，考试拢第一名。各位，那大人看落可怜倒，足侪法律嘅物件哦。其实都不是啊，就咱读个课本跟你讲，蒋介石消灭，而且取消不平等条约，吼、哦，有够伟大。全世界所有的条约拢安那不平等啊？哪一个条约平等？你讲讲。战争以后，绝对有一个赢，有一个输嘛。啊，输的安那爱赔嘛。啊，那赔是现在条约安那绝对不平等嘛。所以讲，蒋介石取消不平等条约，迄种笑诶。但我已经相信诶。哦，心目讲讲我好伟大哦。即马知影讲，原来我是笑诶。假骗嘛，咱在座应该甲我同款啦。不平等条约，全世界战争以后诶条约拢是不平等，绝对无可能取消。所以讲取消不平等条约，意思是讲啦，马关条约取消了。我跟你讲，马关条约在1985年4月17日签，5月7日生效，6月7日，台湾由李金芳、李鸿章的第二个后生来交予第一任的日本的总督华山之计。一交以后，在家人的码头的。那个外海啊，横滨湾、滇湾啊，三暝三日啊，是安怎？因为台湾澎湖啊，还有一个周边群岛，周边群岛36个岛，一个岛尖点高呢。这里内底就包括尖阁群岛、钓鱼台啊。今天内底写真清楚，但是。这个日本的推阿面呢，最近在讲，甲中国在讲的钓鱼台、尖阁群岛，伊用什么理由？伊讲在1895年的1月份，我日本已经宣布讲，这个钓鱼台是无人小岛，啊，我日本已经去占领了，所以我宣布钓鱼台是我的。2月份，大清帝国宣布 ，no， 自古以来，阮
中国的渔民都去钓鱼台，所以迄你讲的我无准，迄是阮中国的。日本我看偌推就偌推，你都免讲遐嘛。你讲马关条约，第二条，台湾的周边群岛甲澎湖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讲这条就对啊嘛。啊，伊唔讲这条，去讲去北条，所以即日本人来，我甲上过，拢恍然大悟啦。啊，原来这简单，我甲你讲啊，捌法理的人袂去互欺负啦，啊，唔捌法理的都互欺负啦。钓鱼台是日本的，但是这钓鱼台是谁的？台湾的啊。啊，但是台湾是谁的？日本天皇的啊。安尼台湾这个钓鱼台谁的？我甲你讲哦。钓鱼台罗，这个钓鱼台跟琉球啊，是1972年的5月15号，美国总统用协商的哦，不是公投哦。有人讲哦，哦，这个琉球公投啊，大家拢要等于日本，看到鬼嘞！你去问日本人看有公投啊？不必公投，用协商的，协商以后，美国照道理要将琉球还给谁？原来头家嘛，啊，原来头家什么人？日本天皇，但是有向日本天皇无？无，是安怎奈无？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第一条的美啦，甲这个日本的这个宪法的第四条啦，新的日本宪法第四条啦。第一条的美甲这个第四条主要是讲啥？日本天皇已经不是实际上的日本的头啦 ，Leader of Japan 啦。只不过是日本天皇将国事、国家的代志交予由人民所组成的日本政府，所以这四粒岛拆开去啊，已经拆开去啊。啊，所以这个琉球即马要行的时阵，害啦！啊，日本天皇甲一个人尔呢，伊也无多去治理啊。所以这个日本天皇，这内底有啥秘约呢？这个秘约。到今日为止，日本人不知道，因为那当时鸠山啊，在靠腰的时候，美国很受气的，用到那个哈多亚嘛，他就说要将那个奥克纳瓦那个普天间基地那个美军要给他赶走啊，他那个奥克纳瓦那个普天间基地那个日本人也要将美军给他赶走啊，他们很退的，你赶走你试看看啊，你甲赶走吼，中国就足近的呢，马上中国就甲你占领。我甲你讲，那咱吼比伊较巧，你美国军事政量占领台湾对不对？你台湾人占领的时阵，台湾人唔免做兵啊，何什么人做兵？美国来替来做兵啊！你占领，你来保护我，这战争法规定的呢。战争法规定讲，我唔免买武器呢，我唔免做兵，我唔免买武器。一年台湾诶国防啊，省偌济钱？你想看卖啊？咱来要做兵，我来买武器，是你美国占领我台湾，说你美国要该防要防卫呢？即嘛吼，甲你用模糊啦。所以讲无要紧，你甲我模糊无要紧，我用过诶，我一条一条甲你厘清。所以咱甲美国关的吼有几啊条啊？第一，身份证他荷兰啦，身份证已经荷兰啦。第二，啥物？我今日林志兴还搁伫台湾，我袂当离开台湾。为什么？因为我讲我唔是中华民国的人，我没有办法去领到中华民国的护照。我唔是去用禁止出境的。网络就讲哦，林某某去用禁止出境啊，推阿面呢？我2002年的6月2号偷渡金门回来台湾，到今日十年啦，我无做任何生意啦，我无做生意，要欠什么人钱？要欠什么人迄个税金嘛？就是有欠，嘛已经呐，照伊中华民国法律嘛已经无啊，过了时效啊。所以因为安尼，今年过年的时阵哦，中华民国内政部特别设一间公文给我啦，台湾没有被限制出境，要创啥？叫我出去啊！是安怎出去？我若出去，我甲你讲，我袂当转来。甲中华民国在外面流亡，我无遐戆啦。伊想我足颓的呢。
我敢有，我这个面敢有先推下面的，敢有？真的啊！你敢捌看到讲内政部写一个公文，给某闽人讲哦，你无妨限制出境，你会当出国。我这又好笑又好气啊！直接我甲中华民国讲，我不会出去啦，你别烦恼啦。除了讲台湾民众接到捐款，迄阵我才出去好冇？啊，你这个拍手我是赞成啦，但是呢，你拢拍心啦，你这样处理，我袂这样处理。不过无要紧啦，欢喜甘愿啦。那、啊、你也想看卖啊？台湾的问题还阁有呢，即马现准时，咱甲美国要求，你当时世界大战以后，琉球是日本的领土，台湾1945年4月7日。所以现在再来就是台湾的问题了，台湾是不是日本的殖民地？是不是？是殖民地，你怕手？你没那么厉害啦，不是殖民地，是殖民地啊，是1945年4月1号以前都是殖民地啦，因为殖民地所以才可以割让啦，如果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就不能割让啦。你都黑白懵啦，你看我的语气啊，嗯，你都黑白地啦。1945年4月7日以后就变成日本天皇的领土啦，和人民啦。现在1941年变成日本天皇的领土，为什么？因为1941年4月7日日本天皇颁布诏书啦，这个诏书就说授予授给台湾人参政权跟参战权，尤其这个参战权啊，参加战争的权利，参加战争的权利，我跟你讲，就那个国家的国民还是公民啊，才有资格参加战争呢。你唔通叫是讲要叫你去做兵的，所以中华民国叫人去做兵是唔对的呢。我就是中华民国的人，你叫我去做兵，你占领了，你哪能叫我去做兵？这是违反战争法。我用这点要告美国啊！美国，你来敢告？你来我告中华民国，我拍死啊！中华民国是叫你，你叫伊。你叫他来的，我当然告你啊，我在告告，所以咱若去向迄中华民国去示威抗议，迄种推下面的，我跟你讲，迄游行哦，你行到脚断去都无效啦。你看你行几摆，你在座有去行路，你行也去玩看，哎，拢无我，我相信，你足无爱国的哦。民进党讲你不爱台湾啊，所以你拢无去行，你无去行吗？你无去行吗？你有去行，也去玩看，干安尼尔尔，卖假骗啦。干嘛呢？你啊，啊无无民进党讲几百万人，迄人拢会得来，拢无包含在座各位啊，拢无吗？我歹信，捌去看，哦，我安尼啊，看嘛算行啦。我跟他说，好个咧，你去行哦，无去有车弄死，有诶去行行去有车弄死啊！民进党敢有陪你？没有呢，再无插你呢，有两个你会记无？可怜啊，你爱安那呢？你都爱安那？你不是向中华民国，你爱向上抗议 AIT 啦！头家买个抗议，你抗议心如笑亏，他卡卡清楚的啦！我拢歪去，当然我知影以后我就歪去啊！呀，我以前冇去啦，我以前刚刚下诶，我读建中诶嘛吼。一旦孔令雄呢，嚯，哎，演讲嚯，我真听得如醉如痴呢。哦，刷入去哦呐，落底下钱哦，拢不银银出来给伊啦，骗啦，嚯，但我看大拢咧骗，我怎样知讲，迄骗拢无人骗假，我甲你讲，因有吼别人对你骗，好骗骗骗讲，嗨啦，坐公车的钱嘛无啊，拢骗给伊去啦，要是又放假用行路，等于弯道行两点钟久。吼、哦，很深的印象跟回忆的。我唔相信在座哦，拢无迄个热情。但你即马拢无热情，我知影。这热情哦，时间一个过以后，你讲哎、欸，你卡讲到底叫你说啊？卡讲到底叫你说啊？说不出来啊？啥那说不出来？用普通的国际话，普通的国际话讲台湾的地位，40%尔尔啦，讲到底都未通呢。今日美国总统是台湾这块土地
征服者，所以征服者有占领权，这是国迄、那个万迄、那个迄、那个战争法的规定啊。今日美国打赢日本，所以美国的总统对台湾这块土地有占领权，因此美国军事政府仍然在台湾呢。啊，你听有无？啊，所以呢，我只要推下面，我就没有看到美军呢，叫他去死好了。什么叫占占领？什么叫占领？我足深的呢，我无跟你骗的。我宣布，这块土地顶管这领空，拢袂飞机拢袂让甲我飞过。你若甲我飞过，我就甲你拍落来。啊，这块领空有占领无？有无？占领。啊，敢有看到飞机？无啊。我宣布，按着正占领。这个海域，你船只袂当过。你若过，我就用鱼雷甲你拍掉。这个海域有占领无？占领。所以占领，你毋通看到占领两字，就是讲一定爱美军在遐徛，伫遐站卫兵，安尼叫做占领。No， 不是这样的。所以台湾人读战争法真正无几个啦，因为读战争法的人啊，无饭好食啦。我读战争法的。啊！我以前读剑桥是因为安那，较简单摕到博士啊。因为教授嘛老啊，也无几个啊，所以较简单摕到博士啊。我是坦白从宽啊，我讲实在啊，无想讲为中国走，但系讲李定威甲我讲2004年，甲我讲，哎、欸，林先生，你日本读啥？我读这下物件，读剑桥啦。啊！你若要将台湾的地位放咧内底看，我也免放啦。人迄陈良基、甲迄黄兆同，人因写迄册，写到足好个啊，我已经看过啊。无喏，你个放咧看卖啊。当何瑞元摕寡资料互我，我甲放咧啊，也好受哦。今日台湾犹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啊？是安怎？因为1853年。Cross 对 Harrison 的高等法院有一个判决，伊讲和平条约生效，无代表军事政府占领结束。军事政府若要占领结束，要安怎？要参议院通过相关的法律，还是由美国总统宣布？到今日为止，美国的总统敢有宣布？无啊！啊，参议院有宣布无？拢无啊！所以2006年10月24日，我顶228个人去告美国的总统，判决出来啊！我去告美国的总统的时阵啊，告到最高法院的时阵啊，听清楚呢，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弃抗辩权。啊，咱台湾报纸写讲，安尼我输了，是不是叫做放弃抗辩权？就是讲，美国政府讲哦，我不爱跟你辩啊，你拉着你讲的拢对，我不要跟你辩了。伊那不要跟我辩，伊那国家啊辩的个地啊，我跟你讲，台湾的真相就走出来啊。所以我不爱跟你辩，害我了50,000块美金呢，最高法院要50,000块呢。罗贝啊，这个放弃抗辩权了后，最高法院宣布 deny 的意思不是讲。退回去呢，是顶那意思啊？待审，等待审理。因为最高法院抽签啦，一年抽150件，150件出来审啦。我都无遐分，我看伊头个歪抽着的。但是咱民政府若要接一政权的时阵啊，我估计迄天伊就会抽着啦。因为即摆参议员、众议员啊，你甲吐啦，伊讲你来歪定审。迄、那个安尼来歪心，毋是歪心啦。因为法院伫迄个高等法院迄时阵又宣布五项，会记哩。第一，台湾人无国籍，台湾人没有国籍，没有错啊。因为安那，因为即摆日本天皇无实际上来管着台湾嘛。伊是即个土地是我的，敢若即间厝是我的，我无实际上去甲管，但是即间厝嘛是我的啊。啊，住伫内底人租金要租交什么人？即嘛唔知影嘛，无国籍嘛，安、啊、尼听有无？台湾人没有国籍，
第二点，台湾人无国际承认的政府。我问你咧，咱即马有政府吗？有吗？黑白讲，那也无。中华民国不是恁的政府吗？是不是恁的政府？吼，恁即马也要讲不是啊吼。你这样讲不是啊？什么台湾国家无政府？本土台湾人无国际承认的政府，今日这个政府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湾在管咱的呢，是占领咱台湾的呢。第三，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的连接，什么叫政治的连接？就是恁哦，哄骗你啦，叫你选总统，你去选啦，你就不是中国人，你选中华民国总统。我叫大家卖算哦，吼、哦，大家民族派看呢，哼，夭壽哦！你叫我卖算，你是共产党派来，国民党派来，国民党唔知花几，花迄林某某唔系几千万啊？美国十二月三十日，咱忘年会迄一天啊，我当场宣布，美国甲我讲啊，马英九会赢八十万票。一月十四投票，伊个迄天啊，你有看迄开票无？输偌济？八十万以上，我甲你讲，差一千票呢。但是嘛，收到八十万，啊，才阁加起来。各位，迄当阵美国 CIA 甲我讲的时阵哦，我唔敢宣布呢。我老兄啊，我若宣布你家的时间，人讲赢七十万，还是赢六十万，还是赢偌济？台湾民主这支牌倒去呢？用屁嘴烂呢？伊讲不要紧 ，Roger， 宣布。我鼓起勇气啊，宣布，夭壽哦！含遐日本人来，大家嘛拢嘴子吐吐咧。八十万票呢？谁人讲八十万票？迄阵咧，毋是蔡英文的气势足好，你敢无感觉吗？好、哦，非常的好有啊！迄阵伊想讲伊会调对不对？含陈水扁讲伊会调呢？大家都在硬忙说他会调呢，结果是怎样？蔡英文去美国访问的时候，他跟我们说，他说蔡英文是台湾人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去美国国防部的人，有吗？他有这样说吗？ CIA 跟我们国安，美国国安局跟我们说什么？ No， 蔡英文没去国防部，蔡英文只去国家的地库的办公室，两个人跟他讲话而已，一个国安局，一个国家智库办公室的主任，这样而已，三个而已。蔡英文后来他跟我说，不是跟我说，跟我一个朋友说，夭壽，那个国安局很坏呢，没呢，那人家跟我说都很好的呢，说跟他说的很坏，我说你坏啊，因为我知道律师啊，我知道法律啊，你要拍啥？你今日你做无到是你美国呢？啊，伊毋是呢，蔡英文回来了宣布啥？伊伫十月十一，伫高雄的劳工局，伊宣布啥？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即句话，美国人当外面，当多啊，骂《三字经》。V 开头的，这属实呢。所以那个时阵，我就已经讲，安蔡英文再见了。今日所有代志，因为美国的，我才讲三项尔，政治的第四项讲啥？法院的判决，伊讲，美国的行政单位。爱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规定协助遐个原告，美国有做无？有。2010年的这个七月七日，予咱台湾民政府去华盛顿 D.C. 设办公室。是安那七月七日？菲律宾的生日当时是怎？菲律宾的生日啦，啊，美国的生日当时你知无？当时7月4号啦，啊，菲律宾的生日当时你知无？
七月四号啦。即马台湾的生日，当时七月，美国要予咱较科技的，甲美国同款，七月四号。哈，迄是超过伊啦，我无甲感谢啦，不过迄钱出来啦。即个迄办公室，即马还阁伫咧呢。哎，奇怪呢，啊，你美国这推下面呢，啊，开遐济钱，啊，设一个办公室，台湾民政府办公室在那里干什么？当年伊拉克、美国甲英国入面打败以后，美国人照战争法替伊拉克设立一个伊拉克平民民政府。啊，当时伊拉克成立二十几个民政府呢，看偌济人爱做官啦。台湾嘛同款啊，即卖嘛有五个民政府啊呢。啊，这个伊拉克的民政府后尾是要承认对一个美国去将伊原来设在华盛顿 DC 的伊拉克民政府，叫伊讲来搬回来伊拉克，甲承认迄个啦，和迄个去组织政府啦。咱即卖有设一个民政府伫这个华盛顿 DC 啦，内底有一个人伫办公啦。一个秘书啦，甲咱接批啊、回批啊，安尼啦。啊，那边咱要有国务院、要有国防部的批，伊也甲咱转啦。啊，九月七八，美国政府替咱伫世纪饭店办一个酒会，庆祝酒会，内边有180个人，其中100个是美国人，美国的四大家族拢有来。美国的国防部、美国的国务院、美国的 CIA、美国的 FBI、美国的司法部，拢有派人来参加。我问你咧，参加以后，国安局佮咱讲啥？好，从今天开始，我们美国已经替台湾民主开了一条路，你们就顺这个路走下去就对了。啊，有人就开始吐槽，台湾民主美国根本没有承认，啊，不承认，伊国的代表来创啥？啊，你出钱要创啥？啊，你有算承认无？这是逻辑啦，这是逻辑啦。谁来拢来跟咱接触？啊，我民进党嘛讲奇怪呢。啊，你美国拢不爱跟阮联络，啊，拢跟你台湾民政府联络，好奇怪啊！我一点都不奇怪。是安怎？你不对的论述，美国人进来先跟你冤家吗？不可能嘛！你的论述如果对了，美国自然会跟你接触；你的论述如果不对，美国根本就不想跟你接触。因为占领者的意志就是命令，占领者的意志就是命令。所以有人说你台湾民主一点都不民主。哦，那个人变成州长，那个人变成副州长，那个人变成参议员，啊，那没民主选举，那没投票。各位，台湾民政府什么时阵才会民主？因为今日还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所以咱是属于军政时期。军政时期是占领者的意志决定了一切，你喊反驳都不可以。所以今日。台湾民政府要过去军政时期，什么时阵才会变成训政时期？当台湾民政府接到政权以后，进入台湾民政府的训政时期，这个以前都是军政时期。当台湾实施台湾基本法的时候，进入宪政时期，那当阵才有选举啦。啊，这国民党有甲恁教，恁拢无学着呢？爱学的不爱学啦。啊，唔免学的，靠靠学啦。国民党，我跟你讲啥呢？军政、训政、宪政，有无？有讲啊？有无？赶快嘛！台湾民政府即马是军政嘛？即马哪讲要来民主选举啊？我跟你讲，明仔就没有台湾民政府啊！民进党派1000个加入投票，死了了，这拢死了了。国民党刷咧派2000个投票，死了了。我跟你讲，我讲一个实际互你。给你听，建国党，我是建国党的党员呢，我是决策委员呢。你知影建国党迄当阵去哦，民进党消灭伊，安怎甲你消灭无？伊有一个姓黄的啦，来，
我带了1000名加入建国那个那个建国党的行列，党费多少？一人1000块，啊，1000个老弟，120万，开单，东港的机票给你的，贴了给你，有欢喜无？有欢喜无？你都不要讲呢，120万给你无欢喜吗？有欢喜无？你拢推阿面的，你欢喜哦，欢喜一个月尔啦，一个月要搞啊吼，要死哦，伊甲你连署，又1000人啊，甲你连署。伊甲你定迄个开会的目的啊，啊，讨论啥物，迄种真正常啦。看迄个无啥，佮甲你讲，在国宾诶，在圆山饭店开，要求圆山饭店偌贵呢？迄算点钱久诶呢？哎，没有关系，我们有钱，我们出负责，我来出，安尼开会我来开哦、喔，伊1000人几百哦，开会哦、喔，开了讲要临时动议，我们。建国党的阶段性任务已经达成，我们是不是宣布解散？有雄不？有雄不？朱先别那个，举手表决嘛，民主嘛，手举起来，建国党解散。好佳哉，中华民国今后来讲，伊这内政部还佫有一个条文讲，政党不可以解散，就着建国党。阿里没有解散了、啊，啊老妹，我这老阿只 QQQQQQ 创建国党，所以今日有人要甲咱害，都甲你讲，台湾民主我不民主，我对就是不民主，我们是军政时期，好冇？拍手啦！你今日若无用军政时期迄种的通敌呀、啊，难免偌久啊？再见啦，我无甲你骗啦。很简单、啊、所以你不能听到讲民主的，干嘛讲嗯，很好像很好，很有用呢 ？No， 自由好不好用？自由讲系真对啊，但是这个自由是袂当妨害别人的自由，才叫做自由呢。国讲到倒来，今日大日本帝国，日本天皇。要你管北方四岛、琉球，但因为琉球现在是交予日本新的日本政府托管，所以你也听好清楚呢。今日琉球是属日本这个新的日本政府的，所以当这个钓鱼台琉球献给日本的时阵啊，中国反对，中华民国嘛反对，是安怎？因为波茨坦宣言讲，日本只有可以保留。四个岛屿啊，因此呢，伊即马日本天皇干脆讲啊，你无你日本政府来托管啊，即马台湾问题来了，南海啊，南海即马美国叫日本去管有无？日本政府你想南海遐尼啊远，迄岛你啊看，南海遮尼啊远，伫遮呢，伫这菲律宾的这边啊，遮伫遮。日本离遮遮尔啊远，你有看无？日本是凭啥要共管？伊去甲文莱讲，甲菲律宾讲，甲越南讲，你未免管得太多嘛？你为他伊那有权利去讲？为什么？为什么？台湾的关系嘛？台湾伫1939年的3月9号已经宣布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合并。叫做新南群岛，当时放全世界 announce， 所以自迄个时阵开始，新南群岛就是属于高雄州的了。像咱南海即马遮尔啊闹热，为什么？石油丢了，就是石油啦。太平岛啊，中华民国占领，你知伊内底有完了石油，有乌迄、那個。不是探测，是开始生产啦。后摆台湾会足好个，好个伫对，你敢知影？南沙群岛、甲西沙群岛，即新南群岛，这个所在有一天，假设有一天，你有看吼、哦？这是日本时代的照片啊。有一天，
台湾民政府接到政权以后，当然咱即摆已经开始甲宣布，南海是属台湾的高雄州的。咱若接到政权，咱台湾会非常非常的好呀，你知毋知啊？越南你讲要乌石油，会使无？会使，你出钱，我给你10%。美国你占领，会使哩，你还分10%。日本天然给你10%，剩下60%，台湾人民的，你说好吗？绝对好呀，有钱好天哪会不好？所以我们的政府，台湾民政府的政策第一项就是什么？18岁以上的查甫查某，政府免钱送伊一栋，别说老厝啦，创伊一间厝啦，好吗？啊，无歹数拢无啊。所以吼，有当我咧讲的时阵，人讲臭屁啊！你钱位倒来？我讲钱位倒来？台湾这个土地是咱台湾民政府的，台湾民政府干嘛去做兵？我拜托美国，你继续甲我占领，欢喜干嘛？互你占领？但是你爱派兵来保护台湾，基地拢做好伊。夏威夷的收入第一名是啥呢？租金呢？不是观光呢？伊的租金占50%呢，哦，夏威夷遐是偌好康呢，遐原住民哦，租一间厝，毋是租啦，政府给伊住一间厝，偌济钱，美金1元，都逐年搁甲收你，所以原住民伫遐哦非常快乐，逐工伫遐去弹吉他，啊去海滩去钓日本查某囡仔，啊日本查某嘛真爱嫁，伊拢免做工课啊。后摆台湾可能安尼，跳草裙舞啦，好啦，我甲你讲吼，咱台湾今日台湾人足骨力的，会当赚真侪钱，但是台湾人足笨蛋的，敢若会晓看头前，袂晓看后壁。国民党统治台湾，就是用日本的迄个叫做奥多新兵啊。迄个人，伊讲的第三任的迄个行政官，伊讲一句话：台湾人真简单统治，三项代志伊就倒啊。台湾人爱钱、惊死、爱做官。你即马选举国民党，一票300元，以前啦，一包米数，你就买倒呀。落尾较进步，300元，啊，拢无想讲300元一包米数，甲你买倒，后壁你。一扩散拢总给伊去啊！你拢唔知啊？你拢唔知啊呢？但即摆嘛是讲呢，即摆甲你讲吼，啊，要知影不爱选了马英九，我叫你卖选，你就不爱听。我若有法度将这个投票率甲降落50%以下，我甲你讲，美国都爱出来了。台湾人是小聪明呢，近视啦，但是我看到拢无挂目镜嘞。真正足近视的呢，看袂着远的呢。今日又摕着500元、5000元，给你5000元啦，准给你5000啦。啊，票都卖掉去。即国民党无遐戆啊，讲5000元给你买，伊即摆用啥物方法？你知毋知？要安怎买票？伊安怎来？恁的一人5000元，给你即摆拢给你。投票的前一天，身份证摕来我遮，讲，叫你卖去投票啊。当然我无钱啦，我若有钱，我嘛来做啦。5000元，感觉叫你卖去投票啦。台湾人就是为着迄几千元啊，输规裤底。你也看吼，现准是台湾啦，物价直直起，直直起。你我都甲动无？石油连降10次啦，10次啦，降价，啊，已经起了啊，全所有的物价拢起了，起伫遐咧等你啊。啊，石油即马降价啦！这是马英九是足笨蛋，你知不知？我足歹运嘞，我是好运啦，伊歹运啦。他建中的时阵哦，伊跟我同学，但伊迄个同学我不承认啦。啊那我是考入的，考试足认真考试。啊伊吼，补上的呢，伊免考的呢。
免考的吼，有占偌济？迄当阵建中录取吼，900几个人，我会记得。啊，编班讲编24班呐、啊，我算一班50个，24班千二个，奇怪呢，900几个放榜都900几个尔。落尾啊吼，你知影学生囡仔嘛，坐咧拢会问讲，啊你考几分？啊你考几分？哎、欸，有的人拢不爱讲呢，啊奇怪，咱嘛老是讲我考几分啊，啊有人死都不爱讲呢。到落尾嘛，对，你讲无错。啊落尾啊吼，大家靠交情吼，听讲哎，啊你到底考几分呐、啊？因为奇怪，健考试拢无及格，我想啊，现在在饭堂啊，啊你考几分？我们不用考了啊，不用考，为什么？我们保送。哎、欸，我哪不知道你保送？啊，那可以保送，我为什么不保送？我成绩嘛真好啊，我是读大同啊，大同第一志愿的，我就未当保送，啊你当保送，啊你读对，花侨呢？原来因遐人保送，所以马英九伫高一的时阵啊，我讲这话负责啊，马英九高一的三科无及格，数学48分。看到本了，不可以补考，用因老爸说的回去补考。所以建中迄阵24个班，敢若有2个班去读文组啦。当然我不是讲读文组无好啦吼，但阮迄个时阵呐，谈啊较好拢爱读理组的啦，成绩较好拢念理组啦，啊成绩无好拢读文组啦。阮迄阵建中2个文组啦，一个是侨生班，啊一个是。普通班啊，伊就是侨生班、19班啊，3年19班啊。考了后，一条队，台大法律系吗 ？No， 淡江啊，国家分，安尼入去台大。所以今日因迄届台大毕业生，唯一一个人无考到律师的马英九。用中山解释讲师，你可以哈佛去读法律系，迄、那个法律系内底，国敢若有一个人考了无条迄个美国的律师诶，名叫做马英九，互即种三流的人来去做咱的总统，通伫种一流的，哦，足受气的呢，你有受气无？有无？较大声，伊无听的啦，有无？有。我无受气，我是气甲毋好讲伊。你想看卖啊？吼？今日咱台湾，美国甲咱讲，来，好啊，恁拢知影，恁知影台湾即摆阁属日本天皇的，安尼要安怎？安尼要安怎？有啥物方法？所以我当时，咱台湾民政府定一个策略，这个策略是啥？告美国，然后牵美国去日本来，和日本人站出来。啊！日本人来站出来，才阁倒转去甲美国讲，这日本人是啥物啊？啊！日本天皇同意啊！啊！怎啊？日本人害啊呢？日本天皇伫旧金山和平啊一条米内底讲，日本你特别袂当讲话，就是讲日本天皇伊讲话的能力拢去互封起来，就这样和平天甲拆起来，袂当讲话。但是虽然袂当讲话，日本天皇还阁会当摇头、点头，对不对？对不对？咱想办法呢，要安怎让日本天皇摇头点头？旧年呐，12月20日啊，咱就组织150个台湾民政委员，拢穿制服，甲内裤带、地帽啊，摕日本旗、甲民政委旗。民政委旗是破天荒有史以来头一摆入去日本皇宫啊！等下，予你看到迄个相。头一摆呢，是安怎？因为伫要甲日本天皇二三皇宫要甲接收的时阵啊，即18号啊，咱已经派人将咱迄本即马分予你、那個，你即马摕迄本哦，日本天皇迄本啊，甲日本天皇所看的一模一样，摕起看，哦，感动啊！下令，咱迄个台湾民政委旗啊，会当入去皇宫内底，所以。当时日本的国旗跟咱民政的国旗两支同时出现，你有看哦？日本天皇离咱30公尺尔呢，啊，这嘛安排呢？咱迄阵150个去，你知影日本遐人哦，已经排队排一暗啊呢，天气足冷的呢，
啊，咱去算插队呢。人日本伊就吼，大家行入去，啊，互日本人先行，因为遮尔啊宽嘛。啊，日本天皇可比讲，伫即个所在要出现，啊，头前吼，互遐，互伊就指挥甲咱动的，啊，互遐日本人去较头前。啊，讲到咱的时阵吼，拄啊，互咱徛伫日本天皇对面30公尺的所在，安排好的。所以我特别讲，一定要翕日本天皇看咱的时阵呐，伊在挥挥说：“哦，我同意，我同意台湾自治。”日本天皇真正挥挥说：“我同意，我同意。”伊是袂当讲话尔，我同意，我同意。我就用这個，我甲美国讲：“日本天皇同意啦。”你袂讲日本，美国迄国防部哦。不同意，好，你先拜托。伊袂当讲话，你也听无？我同意，我同意，安尼你听无？伊有好，你有看伊手在我，伊手起啊！我同意，我同意。美国吼，国防部笑甲遐人哦，规间笑甲密密麻麻。伊讲 right here， 我无你甲证明讲伊，他说不同意啊，他同意啊。你看他挥手啦，各位，安尼就成功啊。所以战争话不是凊彩人会当读的，不骗的，要有智慧啦。啊，即马中国是气我气到要害，搞我恨之入骨啦。但是我甲中国讲啦，你不要恨我，我有一天会帮忙你中国的，不一定的。啊，所以有人讲哦，中国提钱吼。拉着啦，或者个省里面啦，我中国无遐戆啦。伊提钱，互我从台湾甲中国跳开，伊无遐退啦。但是呢，今日你中国提台湾有效无？无效啦。所以是安怎？尼克森去中国访问的时阵呐，周恩来甲讲，诶，讲六点的重点的第五点，伊讲。你要防止日本势力再度进入台湾，为什么？今日咱研究出来，这是本天皇的土地，所以我常咧讲，今日我一架车过河，给咱的总理啊，对啦，啊，挥手有啊，美国有看到啦。这架车过户给总理，听清楚啊，总理，这架车的所有权是什么人的？谁的？总理的，对不对？对不对？过户去了嘛。总理，他说，啊，我没要开，我交我的后生去开，可以了吧？这个总理就是天皇啦，后生就是啥？首相啦。啊，首相去开这架车，就是这个治理的国家啦。我这架国家在发生事情，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天皇不用处分，处分首相，东条英机判死刑，因为日本首相，这个日本的天皇，在1951年的二月，甲1951年的四月，甲杜勒斯讲，伊讲我也是不愿意发动战争。但是我们的军国主义一张嘴，休想就是东条英机一定要向日本宣战，我也向美国宣战，我也没有办法啊，所以等于给总统报告了，说这样我们就决定日本天皇不用为二次世界大战受到任何的处分跟处罚，所以就这样和平条约里面日本天皇没受处分了，但是日本的东条英机休想死刑。即马这个司机去开迄架车，去弄到人，就敢那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动战争嘛，弄到好。即马爱赔。司机讲哦，我要将车甲卖掉，可不可以？会使无？当然嘛袂使。哎，什么人才有权利来卖？总理嘛，总理的车嘛，所有权证是伊的嘛，所以总理说，啊，即马总理讲你免卖车。敢那是台湾同款嘛，所以头先你讲战争法内底讲甲真清楚，占领袂当移转主权，当时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
中华民国的总统马英九在台湾两种的身份，第一身份就是啥，就是流亡的中华民国总统，第二啥，代替美国总统来占领台湾。所以既然是代替美国的总统占领台湾，你不能忘记呢，陈水扁也是代替美国总统占领台湾的，你代替美国的总统来占领台湾，给你马英九可以判他的刑吗？法律上绝对不可以。所以是怎样，陈水扁也告诉曾我来替他写，写了后当然啦，他向军事法庭提的时候，军事法庭说我没有管辖权，其实他应该还在上诉，但是后来美国有派三个检察官来台湾，你不知道看这个报纸吗？那当时其实去年的八月份，美国想要将阿扁跟引导的人都给他载去美国，跟我说，叫我去跟阿扁说，我跟他们后生陈志忠有见面，我跟他说，不是只有我去呢，我还带我们的副主席潘良华做他去。我说你把你领导的钱不能回到台湾，你若，伊讲伊要选举，伊将要选举啦。我讲你若选举，我甲你保证，中华民国照常甲你救来。伊不爱听，伊想讲我若选掉吼，我足大啊。结果有救来无？救来。啊，即摆才你讲，啊，你可不可以再来帮忙？美国 ，no。你机会当就是政绩嘛。你讲你无贪污。啊、你没贪污，你钱回到要怎样？你听有意思吗？在法律上就是这样，我没贪污，我钱回到。今天真的、哦、自找死路了，也关到死，我没那片。除了说台湾民政府接到政权，但这我就给救了。好啦，这另外讨论啦，救伊敢救美国总统同款啦。所以你也知影，有要救伊，或要袂救伊，这个审判的权利是对，伫美国。美国若判伊有罪，伊有罪；伫还袂甲判罪以前，我拢认为无罪。任何人拢同款，这是吼、哦、犯罪要有迄个证明才能够说有罪啦。因为咱也无听到伊亲嘴讲啊，你袂当讲我有钱啊，我就贪污啊。但是我甲你讲哦，台湾人后摆，尤其是在座各位，恁参加这个训练班以后，会变做行政官员。美国要求咱训练4000名，这4000名，咱绝对爱用这4000名去做政务官。你敢有可能讲？我今日去叫一个民进党还是国民党讲，啊，你来做民政的政务官，敢有可能？无可能。安怎讲？伊坐咧就甲你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会花起来。你今日受训，你也知影讲，台湾并不等于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也不是台湾，对不对？你也知影，啊，你哪拢唔知影？所以是安那，你也来受训，你也遐艰苦，就一间困两暗，就去学这啊。你感觉讲今日学这你无效吗？有效无？拍手我看卖啊！对啦，有效啦！我跟你讲哦，你若无来受训哦，你不要看报纸啦，你要相信无？你要相信无？吴敦义讲，10月份美国要给台湾人护照免签证，有安尼讲有无？我伫听我甲你讲个清楚，我每一摆甲直接讲个，大概都对。我正式甲各位讲，10月份中华民国护照绝对无法度免签证。理由，稍等下，我唔讲理由，唔是甲民政有无关系啦。理由，为今日以前的半年内底，中国人用中华民国护照入去美国有千外的去予美国查到，拢是中华民国护照。
你若用中华民国护照入去美国的时阵哦，免签证啊，吓死啦！一个这个福建的人拢走去入美国了，免签证嘛。所以美国国安局甲我讲，当时讲的顶礼拜拜二，伊去参加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饭店的30个国家的国防部长，27个国家去参加伊啊，经过台湾，甲我叫去。伊讲 ，Roger， 你放心，你会当去宣布10月份中华民国护照绝对袂当摕到签证。你有爽无？这个还阁无爽的啦，后壁这个讲较爽啊。你申请的迄个护照，美国国防部甲美国的国务院已经安排会谈，短时间里面会发予恁台湾民政府的人护照。但是我加一句话，你们要有耐心。我跟你说，老兄啊，我已经等了65年了啦，我还不够耐心吗？你要再叫我等多久？咱其实咱现在、州长、副州长、中央拢总有50个，那个申请的已经交给美国了啦。我就没，他跟我说，你不要再告了啦，因为你如果告，会再审判，你会赢，但是审判又拖了又拖2-3天啦。啊，伊的意思讲2-3天内底会发，我讲2-3天太久了吧？啊，你讨论爱讨论偌久？用我尽快。啊，所以吼、我感觉是吴敦义在替咱宣传的。用台湾人免签证，咱在座拢啥物？台湾人啊，唔是中华民国，唔是中国人诶。你唔通讲若好处的时阵吼，就是台湾人，中华民国人。啊，若歹处拢讲台湾人。你会记得上海公布1972年2月28日上海公布安怎写？听好清楚哦，台湾海峡的两边的中国人都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合法的中国，美国认知了 acknowledge， 应该是得知了 acknowledge 得知，你听我再说一次，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同意，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代表合法的中国，美国得知，你听有这句吗？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你什么人？你什么人？都无讲你台湾人，无讲到你呀、啊，在你烦恼，大家烦恼，我、糟糕了，签了上海公报。比如说我就没说你啊，你台湾叫你烦恼了，对啊，你听没？我出去比如说你台湾到底在干什么，我都已经把你背开去了，你又直接要我去，这是上海公报啦，建交公报、817公报都赶快，你知道他上海公报、建交公报跟817公报里面说什么吗？The people of Taiwan， 旧金山和平条约的台湾人是啥 ？The people of Taiwan， The people of Taiwan 安怎翻译？台湾人对不对？对不对？对我来，你怎么敢讲呢？但是在台湾关系法内底，台湾人写啥 ？The people on Taiwan， 没名的呀。on Taiwan 是什么意思？是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加上咱这本土台湾人，安尼 The people on Taiwan 呐、啊。你看有几句啦？啊，即摆我讲美国台湾关系啊要停止，台湾人一寡迄无读册就甲骂呢。哦，台湾关系我是保护台湾人的，你看到几个保护中国人啦，保护咱。你去看英文呐、啊？我讲你讲英文偌老？你讲英文怎来吗？来，我甲你考。你嘛很支持中华民国，伫世界组织拢用一个名叫做 Chinese Taipei。Chinese Taipei 什么意思？中国台北还是中华台北？哪一个对？中国台北的举手，中华台北的举手，啊，没举手是什么意思？我跟你说啦，我是跟你考的啦，两个都破啦。Chinese Taipei 真正的原文呢，原文下垂一下 ，Chinese exile 就流亡 government in Taipei 啊，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啦。你说、啊、你
全世界敢有这个咧？法国当时流亡去伫伦敦的时阵啊 ，French， 看嘛 ，London， 法国流亡政府在伦敦，你呐也要拍一个迄、那个酷狗，你也拍看麦 ？Korea， 上海，上海，这个 Korea 就是韩国流亡政府在上海，流亡政府离开伊的国土去伫一个城市，一定是城市。伊伫台北，伊是1949年12月初3流亡伫台湾的，伫台北，毋是台湾咯，台北叫做 Chinese Taipei。台湾人会晓英文足侪啊。这个所在 Chinese Taipei， 我提出这个代志的时阵啊，四年前我就提出来，大家戆戆啊！我问你咧，台湾澎湖？在世界贸易组织来的用什么名？我别讲啊，叫做 separate， 就是分离关税领域了。什么叫做关税领域？什么叫关税领域？你若不知道真正上，因为你顶面嘛不知道，你顶面叫去问啊。哎，你们先啊，什么叫做关税领域？我跟你这不是叫蔡英文去签的吗？因为我问蔡英文，蔡英文说他也不知道，美国安排。关税领域的意思是啥？就是占领区啦。啊，这故事对不对？不是故事啦。当时美国跟西班牙战争，伊去占领一个城市啊。这个城市发生讲哦，这个城市的生意人哦，迄税金要交给什么人？是要交给美国呢，还是要交给原来墨西哥呢？这叫做关税领域啦。所以台湾澎湖是分离关税领域，但是金门马祖是独立关税领域。喜欢讲分离关税领域，因为台湾这块土地、澎湖这块土地是分离自日本啊，日本天皇啊，美国去甲咱算啊。所以咱就爱知影，你只我都甲算啊。你若所以我常讲，你无读册哦，你就被欺负；你无读册哦，你就去人欺负啦。安、啊、听有无？所以你今日听这个，我有记得啦。我无骗你。你去外口，我甲你讲哦，真正你去外口哦，你凊彩讲哦，遐人拢嘴啊开开啊。台湾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台湾民政府啦。我阁甲恁讲，六月二六，后礼拜拜二，咱台湾民政府要伫《苹果日报》《自由时报》《中国时报》《联合报》《工商时报》《经济日报》《联合晚报》，他们较讲到七间报纸尔，拢总登半版的广告啦。哦，拜你又跟我讲哦，什么叫台湾民政府？我不知道了。拢总半版，拢伫 A 版。安尼有厉害不？厉害。你无问讲啊，几位的来？几位都来。这是拜几啊百万呢？拜托诶，拜百几万有够呀？啊，你来出。我一百万给你。我听你臭屁。我别讲，我跟你讲啦，自于时报若要全国版的65万呐，你知影苹果日报偌济无？那震动哦，要500万呐。要知影我咪开报纸咧，超好赚。当然先免讲钱啦，你敢问讲几位的，我袂跟你讲啦。都咱有法度订啦，唔是敢订一摆，我跟你讲。台湾民政府为即摆开始，照美国占领这个意思，开始做宣传，予所有的台湾人拢捌台湾，什么叫做台湾民政府啦，好冇？各位唔免付钱，拢足大声。好，我若讲哦，你来付钱哦，我甲大家就迄、那个嘴啊，迄、那个面啊，就拢拗去。不过我甲你讲哦，咱这干部拢真辛苦啦。
过去咱去日本四五摆呢，去美国一摆，有无？遐钱拢为做出来，我是拢只干部，大家哦，那底下直直饮呢，饮到哦，那底下大拢破去呢。咱台湾民众伫外口讲人无犯，有无？有无？一定要较公道嘞呢。有无犯无？真正无啊！啊，恁参加这個有交钱无？恁交的钱六千块是啥物啦？是民宿呢？民宿会偷去收去呢？系啊，伊将伊提供这个所在啊。后壁个机场，咱这个厝，这是拢房间拢空掉的呢。这桌啊椅啊，这迄落，这办公室拢是优先提供的呢。干那提供起来，我问你嘞，你交的钱有够吗？大大不足，我跟你讲，那是讲一副的心，讲我要为台湾，我甘愿为台湾。咱所有的干部，哦，无民主，来，什么人要来到处钱的吼，拢给你做干部啦，安好冇？好啊，这样个，人大家拢点点跟你好。讲话有正经，我甲你讲哦。你若讲要出钱，台拢掂的咧。但咱真正，咱台湾民政府，咱无共无款。我无叫什么人出钱，所以外口你甲咱国家讲哦，咱是诈骗集团，我赚偌济，佮赚偌济，笑亏的，笑亏了，真正叫做笑亏了。咱即摆唯一的一项钱是啥？身份证。这个身份证是爱送去美国办的呢。美国的国防部下骹的一间公司，迄、那个公司除了着替咱办以外，阁替科威特办身份证。迄、那个身份证你来看，迄制作偌精良，防伪。本来咱写台湾名，美国国防迄、那个国安局甲咱讲改成台湾 government 台湾政府，后摆免阁换啦。所以美国伫做代志哦，一步一步拢让照起工来。我嘛捌直接讲。去年拄仔开始，我有讲，我中华民国军队的 logo 要取消啊！中华民国袂当阁叫台湾人做兵，我讲的拢有事实无？拢事实啊！拢经过真久了，大家发现了嘛？你来看即摆战车，你有看无？迄 logo 拢有啊！本来搭伫即个档案，你有看无？你有看无？本来是遮有啊，有啊，遮有啊。拢摕掉诶！我请问你，你若国军，你部队毋免用 logo， 啊，这定义啥？恐怖组织啊！我无甲你骗哦，美国诶国防部宣布，迄个国务院宣布，符合三个条件，拢叫做恐怖组织。第一，你有武器；第二，你毋是国家。这敢拢你讲中华民国呢？第三，在当地征兵，吼，中华民国麻麻麻，符合国务院所公布的恐怖组织。我甲美国讲，你国防部的国防，那个国务院已经讲中华民国恐怖组织，你搁做兵试看卖啊嘞？搁做我着搁甲你告，我甲你告去国际法庭。马英九终于不敢叫咱做兵诶，即马讲。104年的时候，拢免做兵啊，有啊。啊，中华民国迄路拢摕掉，你有啊？伊讲，即摆佫发明一个名词，低视度。哦，我兵摕兵规部，兵无低视度，战争哪有讲你的路我摕掉的？你若路我摕掉，伫国际法咧等于海盗行为啊！你知唔知？海盗行为呢？所以中华民国讲要派。飞弹要甲送去太平岛有无？小小的 A 兄出来讲 ，no， 不行不行不行。真正你就讲，因为伊个飞弹的 logo 拢去掉了，等于是恐怖分子，等于是海盗组织啦。所以马英九即摆在死啊，即摆黑性命乌钱。我毋是无脾气的人呢，但是我即摆爱忍耐啊。我也歹讲伊收者歹话啦。但是要安怎，我家己心内有数啦。但是咱嘛是，甲各位讲过，咱即摆有真侪咱的代志。你是现主席伫台湾，
一寡土地，原住民的土地，中华民国用法律去给压霸，去给霸占，咱去处理三件，拢过关的。伫这个新营中兴大学的土地啊，原住民伫大个土地一个社区啊，伊讲哦，这块土地阮已经划拨是中兴大学啦。原住民来甲我讲，来靠我听啦，我来你提出证明出来。讲你的祖先伫1945年以前，你就住伫遮，伊摕证明来，我甲你送互美国。伫法院要执行的前三天，甲动起来，安尼有够无？遐人无够，即马讲吼，伊即马拢知影什么是台湾民政府啦。咱桃园遮嘛是同款呢，遐有一片土地拢是拆掉的。村两栋无拆，顶管咱插咱三支旗啊，美国政府的旗啊，军事占领旗，台湾民政府三支插的，唔敢拆。你搁听，你听我看，你若拆我这个美国的国旗占领旗，视同战争。我跟你讲，我没开玩笑呢。无起火，但你来拆我看。但是有真侪台湾人足害就啥呢？这边去共收钱呢。这边讲，哎呦，你台湾民政府来跟他斗三工，也很也有这款很糟糕啊。所以我对这个代志要处理以前，我一定寻求法理上的正确，我就要出手。咱会赢的，讲较歹听，咱会赢的叫好好播。我何必跟你赌呢？我免跟你玩，我免跟你跟你播呢？因为播叫都有赢有输嘛。咱一定要赢，对不对？对。各位，咱对咱家己本身一定要有信心。咱今日上课，明仔载为8点爱上到暗时10点，这真艰苦，我知影。吼、哦，你阴暗困伫遮，也无冷气啊，干有电风尔。我刚才甲各位讲，阮伫遮已经1年5个月啊，你要看32期啊嘛。咱无休休过，2礼拜一期，从来没有休息。咱遮去做工课，遮个义工，大家拢欢喜甘愿。我甲各位讲个，恁交6000块，阮嘛爱交呢。阮交一半呢，因为阮共用所在，阮共食饭啊。你去外口民宿住一晚爱偌济？住食饭爱偌济？差不多爱偌济？上少，予你3000干面，爱无？爱无？啊，停车免钱呢？2暗3天收6000块，有啥物好谈？无欢喜的，无嘛对唔对？是不是？唔敢讲呢，心内拢你骂一番呢。无啦，全世界无迄个哦，迄个白痴的午餐啦，我甲你讲啦。我来遮食饭，我嘛咧交钱呢，我嘛食甲正正当当呢，唔是讲。您在座，哎、欸，我也无咧想讲，我咧上课，我搁交钱。我那想讲，阮咧，阮去几下，我那想讲，哎，恁大家有歹个？遐大个吼，我遐大拢有太太呢，太太拢袂嘛，哎袂呢，太太嘛来受训呢，含囡仔嘛来受训呢，了不起啊，真正了不起。别说台湾，台湾没有法律，抱歉，中华民国法律。嘿嘿嘿，我知，那中华民国，你们，你看，台湾跟中华民国，你拢分不清啊。现在开始要分得清了啦。啊，对对对，哎，对，中华民国，你看马英九的政府，部长，70%拢是中国人。你等于等于变化咩啊？啊，过来，遐演艺人员，遐靠赚钱的，拢中国人。啊！若台湾人吼，拢甲你叫遐歹，啊，拢做啥？做查某囡仔，做遐低级的劳劳力的。啊！若查甫的吼，查某吼，生了较缘投较水遐吼，拢不爱和你去哩。好不容易林志玲有去哩啦，迄弯小妹啊，假啦，迄假。我想因为林志嘛吼，迄好不容易伊爬去哩，迄是好运啊，高塞运啊。其他的台湾人啊，无人去哩啦！我跟你讲，
真正。这些人吼、哦，真正是在咱听人讲吼、哦，伫台湾去糟蹋咱，糟蹋了后啊，佫赶去中国。你也看吼、哦，即摆嘛有人去住一个病房吼、哦，拢摕无病床呢。含迄个，你甲可能是你甲载迄个计程车司机吼、哦，迄天中风啦，要拖病床拖无啦。啊，若遐中国人去荣总哦，空空伫等你呢，无公平、无公开即款的程度。什么叫做眷村？其实没有眷村啦，是有难民营啦。难民营，西藏的难民营伫印度达兰萨拉，印度佫付租金予印度政府呢。咱啊，都住上伊，佫起厝予伊，佫回摕药啊，拢免钱呢。娶某佫甲饲一半，伊死嘛继续饲一半。全世界有这种的吗？你家己去偷想就知影啊！啊，台湾人袂晓讲啊！啊，你票佫你甲投，你投啥物票？看有法度较紧的，予一半以上的人莫去投票，你讲好唔好啊？哦，讲咧，我的血压袂悬啊！今日上课到遮就好啊！多谢各位，这个课到遮。加起哩。今日下课，楼骹有点心。上届冬的吼，增加3公斤啊！恁去食，楼骹有，我买，楼骹有点心。